哎，电马桶。啊，现在，哎，外星人把马斯克抱起来，然后左脚踩在我的左肩膀上，还翘着二郎腿，晃了两下子。但是他显然不知道他踩在我的左肩膀上。这个从灵界来看啊。现实生活当中没发生这事，但在灵界看的话，外星人正在做这个事啊。但是他那个他自己感觉不到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也意识不到这些问题，所以这个就，他们这方面，对灵界方面还是没有认知啊，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认知啊，要把这方面要把它。把他能力开发出来的，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啊，不像我们那个，这方面已经摸爬滚打的研究了很多年了啊，马斯克这方面还是，基本上空白，对灵界的认知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